播主演的电影以后，四月十四日就要上映。希望大家呢，十月十四号可以到电影院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。如果觉得好看呢，叫上你的朋友和亲人，他来刷刷屏的方面，谢谢。喝下去就不需要氧气。每天充满了激情，充满了热爱，谢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。只知道对决定我想做谁，停下去任狂风吹，随遇判我会流泪。那就是真的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但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电影，大家这个缘分可能命中注定就要一起合作。全做对，然后退，别要散，头也开去，前望去，一天一天，良知无畏惧，受了连累。